我是塔姆星罗姆，我会消灭整座暴风城。 我在暴风城出生，后来在通灵学院学习魔法。但是当天谦军团来临时，我的王国却见死不救。虽然我重生为被遗忘者，但是暴风城那些无情的蠢蛋害我受苦，我一定要复仇。幸好，我找到了聪明的资助者，帮我达成目标。 我亲爱又聪明的塔姆星啊，去评级之地寻找我的盟友卡扎克斯，他会引导你去鬼雾峰，拿回恶魔之种和纳鲁的碎片，你就能得到力量，然后你就能复仇。塔姆星，对上，克图斯，你休想离开鬼雾峰！ 尝尝我的战刃吧！拜托，我只要弹个手指就能杀掉你。迎接你的末日吧！你的话恶毒无比，可恶的被遗忘者凯瑞尔保护不了你了。你才是需要别人保护的人。我和你妹妹在贫瘠之地同行，她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你。 你却丢下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丢下他？家人有什么意义吗？你毫无荣誉可言，他可是你的妹妹。嗯，你很努力想阻止我，不过，在你内心深处明白我一定会得手。向来如此，不可能。 看末日！终于投降吧，抱歉了，老头，我还有地方要去，还有恶魔要召唤。不，术士，给我回来！这比赛还没算完。不，我要召唤安娜赛隆的力量，不过还得想办法进入暴风城才行。 运气不错，几个以前的跟班任意帮忙。我们得去救瓦登，他被关进暴风城监狱了。别担心，我的小糖霜蛋糕。我的资助者说，藏包海湾有个海盗，可以帮我们偷渡进暴风城。塔姆星，对上，勾牙。绿皮船长呢？ 我命令你带我去见他。绿皮船长正在西部荒野执行任务，你认识他的话，把他欠的600枚金币还我。言多必失。高举，我才不管这个哥布林欠了多少钱，我要找他帮个小忙。哦，价格合理的话。 勾牙船长是可以帮你，我要找人把我和随从偷渡到暴风港。你有胆量接下这项重责大任吗？我胆子够大，不过我的手下蠢到有剩。来看看你有多少能耐，打倒我，我就带你去暴风城。海盗，敢挑战我，你会后悔的。 炮弹来袭！你为什么想去暴风城？我打算和父亲相聚。淹死他们！好了，我的船员会带你们去暴风城，但是你们得先付钱。别担心，你会拿到钱的。洛卡拉，把你身上的钱给他。 海盗把我的队员偷渡到了暴风城北边，原本一切都照着计划进行，结果可夫朝那些我们想避开的码头守卫挥手。塔姆星，对上艾弗拉兰，不能让部落突破港口，你们还在发什么呆？快打！
我独自对抗过比你们更多人的军队。那是你没对抗过我。拿起武器。唐星，我劝你小心一点，人命关天。安静，老家伙，我必须完成任务。任务？快看，码头边有鱼耶。戈夫，再不过来战斗，小心我把你装在大炮里发射出去。暴风城就这点能耐吗？那些圣骑士去哪儿了？我答应过我的小鬼要帮他们带一些铠甲当玩具。备好，这里交给老布鲁坎。敌人溃不成军，我们可以去蓝色影视喝一杯了。看哪，只要有这股力量，我就能毁灭联盟，烧毁整座暴风城。呼叫援军，我们要恢复平衡。洛卡拉，叫那些海盗加入战斗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这些水手都听到了吧？进攻！我要把你们这些汉奸丢进水里。洛卡拉好像找到自己的使命了。这是我的船。我们得快点前进了，敌人打算把瓦登关进监狱。那是你们该烦恼的问题，还有传送门等着我开呢。入侵暴风城时，我做好了准备，足以面对暴风城派出的任何威胁。没想到居然是原本的伙伴会反过来阻止我。塔姆星，你说的传送门是什么？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？你不想知道吗？塔姆星，对上布鲁凯。老食人妖，你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啊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你居然背叛我们。说吧，布鲁凯，你为什么要阻挠我呢？我只是想要和亲爱的老爸重聚而已。塔姆辛罗姆，我很清楚你这个人，也知道你在说谎。别发呆了，我可不年轻了，你知道吧？够了，我们是来这里找瓦登的，没有别的打算。我不能让你伤害这座城市的人，我要保护他们。像你当初在库尔提拉斯人面前保护暗毛族人一样吗？哦，老天，听起来暴风城要完蛋了。塔姆辛，抱歉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啊，塔姆辛，快住手！布鲁坎，看看我的传送门，安娜塞隆要回来了。那还得先问过我才行。真希望事情别发展成这样。那你有什么意见吗，亲爱的好斗小兽人？你是阻止不了命运的。是不行，但我可以阻止你。我早该发现的。你为什么要妨碍我？我要了结这场延续许多世代的纷争。我会靠安娜塞隆的力量毁灭联盟。洛卡拉戈尔，洛卡拉，为我和安娜塞隆效命，你就能成为部落的勇士。勇士？这才不是在当英雄，这是在搞破坏。我知道，但这样很了不起吧？也许打不过你，但有人可以。塔姆星，戈夫，这跟你无关，你不需要弄脏你的蹄子。你对大家做了什么？他们受伤了。
是他们攻击我，害我不得不还手。我们应该要一起去救瓦登的。你们可以去救，可是我还有事情得做。说不定我们都只是肚子饿了。波浪太强了。塔姆辛，你弄痛我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我们下辈子再会吧。我终于可以继续进行任务了。不过通往大教堂的路上防卫森严，幸好我年轻时很熟悉这座城市。贸易区的警备很薄弱，我决定从那里潜入。塔姆辛，对上起司商人。这里可是暴风城，居然出现被遗忘者术士。起司商人，别停下来。我们会誓死捍卫家园，这座城市还有人民都会反抗你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用白起司丢我吗？你最好小心点，我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对付啊。光动嘴巴很容易，我都懒得听了。需要什么吗？你应该不知道银行是放宝物的好地方吧？你是来打架还是来当投资顾问的？这条金额是200枚金币，他的锤子就归你所有。成交。再重建这一切。暴风城高墙就是我们最强的防御。哼，不过就只是普通的墙壁而已。你对上了，就是这样，跟着节奏动起来。给我从那个信箱下来。这一下子别出玩笑了。我有外地的商品，还是你对牡丹瓶有兴趣？现在想打爆你丢过来的任何东西。你休想打赢老鼠王。他不是王，只是老鼠。这些数明天要还东西，老板可没时间等你。抱歉，我只是看看而已。你真有眼光。跳楼了，跳楼了。战斗的同时，别忘了也要补充养分。面包和我的怒火都烤得越来越焦了。平民，别捣乱！别担心，这个人保证他变有钱，有外地的商品，还有无双蛋糕。我会在大教堂外面开始设置传送门。住手，术士！你休想在这座圣光殿堂召唤恶魔！是你？我知道你。你是卡扎克斯提过的女牧师。你在找纳鲁的碎片？哦，事情开始有意思了。塔姆辛。对上塞瑞拉。我比你预料的还更强大。哼，你这是在拜托我摧毁你的意志吗？敞开心胸，接受圣光吧。为了纳里的圣光，我要阻止你。圣光？我只看到那碎片上面虚无的暗影之力。你应该知道，你可以利用那股力量，你会强到足以打败我。接受虚无吧。不可能！我的信仰纯洁无瑕，你别想腐化我。我腐化不了你，但是碎片可以。不！真是太美妙了，看看你，看看我，不如看看我这招。纳鲁会拯救我女儿，我相信纳鲁的圣光，还有黑暗。你休想召唤恶魔，
这股力量，我会阻止你。不可能的，我无所畏惧。教猎通道开启了，来吧，安娜赛龙，苏醒吧！拜托，不要，不要召唤恶魔！时机成熟了，传送门就绪了，前进吧，安娜赛龙，把这座城市烧成灰！塔姆西，对上博瓦尔佛塔根，他在那里，士兵，拿下他！哦，你们会后悔干扰我的计划。为了联盟，要做什么？我们受够部落跟恶魔了。恶魔？哦，亲爱的，最精彩的还没上场呢。为了国王，给我住口！攻击！守住阵线！阿斯顿牌，准备震爆！打不赢！先解决暗影！今天，我们要庆祝这光荣的胜利。对我来讲，这无算啥。真安详。没错，毁灭一切吧！没你的信念敌不过我的力量。希望。杀！杀光所有人。没希望。恶魔太强了，撤退。暴风城陷入火海，安娜赛龙四处破坏，残存的士兵也溃不成军了。我的女士，很好，塔姆星，你让他们疲于奔命。不过这是谁啊？怎么会有人蠢到不知道要逃跑？哦，这是我亲爱的父亲。别担心，普瑞斯托女士，我来对付他。塔姆星，对上寇尼亚斯罗姆。塔姆星，你做了什么？父亲，我给了这个王国一个教训。看看是谁来了。你原本有大好的前途。天启军进攻通灵学院时，暴风城避过了这场大屠杀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他们会幸免于难呢？你真是很棒的东西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城市陷入危机了，叫你的精锐领主离开。别担心，父亲，等我烧毁你的意志，你就不会记得这些了。不要忘记我。好吃。为什么打扰你的意志了？你别想瓦解我的防御。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做。终于是没用了。希望最后一段不是什么重要的回忆。控制了你失去意识的身体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在哪里？塔姆星，拜托，不要！我是你父亲，你不可以！越来越模糊了。小牌马小牌。都变成什么样的怪物了？有趣的来了，再见了，父亲。
我召唤了恶魔，也成功复仇了。眼前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了，妹妹啊，亲爱的妹妹，来墓园吧，凯瑞尔，我等你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感谢频道会员赞助猫咪吃罐头 ，E M T H S U 2022陈腐之果。